女孩只是喝了口果汁，不料刚一上车，她就呼吸困难，喘不上气。因为女孩从小就患有哮喘，她根本不能去喝果汁，但父亲却粗心的没有发现。妈妈急忙扭过头，拿出水杯让女儿喝了点水，然后又耐心的让她大口呼吸。女孩有了一丝好转，可母亲却还是非常担心。她让丈夫赶紧停车，然后又在包里翻找药物，但没想到，由于他们太过着急，药瓶竟掉在地上，父亲竟又不小心一脚踩了下去。等他捡起来时，药瓶已经成了两半，而书包里的备用药物也由于哥哥的粗心没有携带。 于是他们只好急忙往家的方向赶去，但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大的响声突然传了过来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。可女儿的性命要紧，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危险，便继续往前面赶去。可殊不知，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来临，几人一路向前方开去。可2个小时过去了，车子竟还在这条笔直的路上。女人大声辱骂着丈夫，认为一定是她走错了路，可丈夫却坚信自己没有走错。争吵间，诡异的事情突然发生，他们竟看到了刚才路过的加油站，父母急忙下车求救，但没想到。 刚才还人满为患的商店，现在竟空无一人，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。男人彻底慌了，他急忙开车向前驶去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不管朝哪个方向去开，始终都没能离开公路。而且更糟的是，女孩的症状也愈发严重，如果再不治疗，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母亲已经绝望，她痛苦地抓着头发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而就在这时，车子竟然再次来到刚才路过的站牌下面，女人彻底崩溃了。她将女儿放在地下，不断地安慰着她。而车里的父亲也悔恨地流下了眼泪。如果不是自己的粗心，事情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他走下车来，发疯地对着老天喊叫。紧接着，丈夫便朝着大山的方向跑去，他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出口。而女孩也陷入了昏迷。于是，女人决定不等丈夫，选择独自开车去寻找出口。可身后的儿子却大喊着赶紧停车，因为女孩已经没有了脉搏，必须停车急救。但女人已经完全崩溃了，她狠狠地扇着自己，试图把这个噩梦打醒。看着母亲发疯的模样，哥哥已经绝望。 他将妹妹一把抱下了车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另一边，但不料女人并没有停车，还认为这一切都只是梦。没过多久，女人便再次路过了加油站，她崩溃地躺在地上，一遍遍地说着怎么还不醒来。而就在这时，男孩突然听到了动静，只见刚才跑去山头的父亲竟然从反方向跑了过来。 这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几人完全被困在了这里。一晃35年过去，公路上已经堆满了垃圾，被困的几十多年，已经把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。男人扯着肥大的肚子，每天只顾着吃喝，而女人则完全成了一个疯子。但和他们不同的是，当年的小儿子却生活得极其自律，他用刷新的衣服做成帐篷，然后每天吃的食物也是绿色的仙人掌。但由于当年妹妹的去世，男孩已经30年没有和父母见面。可这一天，女人不幸离开了人世，彻底摆脱了这个魔鬼之地。而男孩和父亲终于见面，但就在这时。 父亲却突然头疼欲裂，然后便躺在地下。他痛苦地和儿子说道：“一切都是假的，并告诉儿子千万不要坐上那辆警车，不然一切都会改变，你也会进入下一个循环。”说完，父亲便离开了人世。可男孩根本没有明白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但意外的是，就在他埋葬完父亲后，男人在公路上竟真的发现了一辆警车。35年的封闭环境早就让他受够了这里，于是他点燃自己的帐篷，接着带上自己的所有东西，准备彻底离开这里。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， 记忆竟被直接篡改，所有东西两手一扔，而他也进入警车，很轻松的就离开了这里。随后，男人整理好妆容，换上了车里的警服，便进入了下一个循环，连同第1集去看就能看懂。到此，故事结束。